英雄联盟。哎，休想出没了。哇、哦，都开锤了！呀，打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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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什么？出什么？哎，我好久没玩，不会玩了。打工了。求个东路，给我钱！啊，装是从毛毛装，我他妈是打工了。过来了，不是天魔吗？出什么？出什么？好香啊！就告诉我出什么就行了。来这里，来这里，来这里。煮什么？别吃我经验，别吃我经验，我都打工了，贝贝们，我都打工了。哦哟，发的好香啊！不，这个无限火力不会啊，我不会玩这个英雄。有没有功？穿甲装木刃，主什么呢？主 W 还是主 Q？ 我觉得应该是主 W 吧。哇，哎，终于不来人是什么妖精啊？啊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 W 的。哎，不是中路小人吗？哎，不是我杀的。我靠，这都杀不了吗？你是不是贼想要这个头？贼现在就会没有了。我的拉伊，我的大兵，我操，我上次 W 的就没换，烫死了吧应该。可以，挺猛，我觉得。我靠！呀，没人来，啊，没人呀！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这么搞，不能这么搞！你妈这些！你他妈欺负主公，你他妈我有屁我就一就一嘛！冲塔杀你们这个，胆子太大了呀！那你恐怕是。带的是护盾吗？如果我带起来这样的话，靠！二级就得打五十级啊！啊！我靠，有点猛。有点。哎我操！僵硬啊！就 Q 就行了吗？我靠！我一杠七。好像就按 Q 就行了，挺猛的。不行，杀不了。可以杀了。
我靠，直接秒！我到六级。哦，闪现没闪出来，操作失误了。啊哈！哦吼！啊，这游戏他妈不能省闪现。那神符比我还高。我六级好多了呀，看我还有一些方法，我六级胆子就大了。这个就厉害多了呀！然后我听到了摔跤，来个鬼刀！来，螳螂！我在呀，在呀，在！上上上上上，我来了！我没跑。不会吧，哥们儿！我靠！笑得像我。我他亏血球了，我先。不行，不敢过去。他也不是不讲道理，他好痛呀、啊！这个瞎子开玩笑是吗？他打人，他丝毫不是那种不恨的呀，他打人。我靠！哦，真秒了吗？可以刷刷六六呀，哇，秒了。哎呀，我靠，不行！把我终结了！我靠！出一个这个，出一个这个，再出什么呢？复活甲。我现在会玩了，这个。我操！我牛了还是厉害的。怎么变的？我忘记了。我忘记了这个。哦、啊。我牛了。我忘记了。我这个英雄完全忘记了。完全不会，这个英雄。呀，掠个毛毛的血池呀，直接一波了呀！啊！哎呦我操！完全不会啊，这个。
蓝色的早说啊，红凯也没用吗？来了，接不到。哎呀，这个猫咪有点……我靠，我这也死了吗？控制我了，我把他杀死了。我现在太帅了，我天！杀不到人，有点捞。辛德拉要把提莫的蘑菇捡起来往别人脸上砸，那个才香，你们懂不懂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我觉得我这个好像哎，什么情况啊？大招怎么进不去呢？这个武术鞋，哎，我就杀三个，啊啊啊！哎呀，哎，太烂了，太烂了！我操，这麻子！哎呀，抓不到！我觉得我武术鞋没出是一个败笔。抓不到！感觉金轮你和螳螂玩。玩的杀个人好难呀！我不是螳螂啊，我是这个凯隐。啊，我真是不会玩啊，凯隐。你怎么进化了个红凯呀？我不知道，凯隐，我不知道进化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进化了。拉开板，然后开板肉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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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！我操，他们的刷的太过分了。哎，我这个凯隐不会玩啊，终极打酱油，真的是终极打酱油。我看看是谁，是谁？这个肯定是我伤害最低啊！哎，七千八！哎呀，对了了，对了对了！哎，我只有七千八！哎，不会玩啊，这个太烂了！哎呦，快点唱！七千五。唱歌唱歌好吧，跳舞不会跳，刚才已经跳了一个了啊，我先把刚才那个妹子舞看了好吧。可以可以，被妹子连干两把，哎，太老了，太老了，金轮太耻辱了，太耻辱了，太耻辱了，太他妈，你不给我随一个会玩的。哎呀，你那个妹子舞跳了吗？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好了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妹子欣赏你跳，然后你欣赏我唱好吧。啊、妹子，你把那个 QQ 号发到 YY 公屏，我黑屏加你，好吧？我看了，好吧？可以可以。被妹子连干两把，太他妈耻辱了！哇，看打，太他妈耻辱了！正方形的圆，可以就半身吧，没关系，好吧？准备好了没有？嗯，准备好了。啊，看一眼，看一眼，妹子。是啊，欣赏你。然后你想让我唱，好吧？妹子，你把那个 QQ 号发到 YY 公屏，我来看一下妹子跳。我的 QQ 验证消息爆掉了，你等我一下下。哇，看打的我。
老马唱妹子跳，行，我可以跟他配合一把，可以就半身吧，没关系，好吧，妹妹，可以。呀，你是我老乡吗？啊，我成都的。我先加呀，金了，还是老乡？我来看一下这个妹子。我操，这 QQ 验证消息爆掉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可以，我加你了哈，我是。不过今天晚上。滴滴的。靠。敲了他一个超火啊，不亏。没事，没什么好紧张的。嗯，老师，等一下，我可以先准备一下。我先看一下妹子的样子，好吧？呀，你是我老乡吗？啊，我成都的。呀，金呢？哎，这个是你巧合了。可以，我加你了哈，我你看到我加滴滴滴的。好紧张啊，很紧张，这个妹子肯定很紧张，这么多人看她跳啊，兄弟们啊，懂的都懂啊，看一下，我来把这个音乐关了啊。